创造营2020最近很火，其中有一位叫做郑乃馨的女学员，她声音甜美，身材优越，简直就是小仙女。在节目中，郑乃馨凭借自己独特的嗓音也收获了许多喜欢她的粉丝。郑乃馨出生于泰国，她的爸爸是泰国人，但是她的妈妈是有华裔血统的，所以郑乃馨的长相也非常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。节目中的她非常的甜美可爱，因为她不会说很多中国话，所以节目中的郑乃馨也有许多可爱的举动。她在节目中人气也很高哦，会唱歌也会跳舞，实力也很强，她的颜值也深受观众的喜爱。那18岁的她有多清纯呢？当她穿上吊带那刻，全网女生都羡慕了，就是初恋般的美好啊，非常可爱也非常单纯，高马尾白吊带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期待郑乃馨出道吗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